为是一个苏格尔进来，哦，被影响到，裁判也没有吹 goaltending，这就交给拉里夏。哇，双方现在乱成一锅粥，九秒，现在拉开一对一，有可能绝杀吗？白沙进来了，哇，哎呀，哇，结果被他给弄进去了。被他给弄进去了，哇，这完全是一个绝杀的上篮啊，被蒙古来的飞弹，这个球白沙进了。那裁判现在要来看的应该是 review， 是这个球是不是时间到点前。那这当然也就是桃园战斗员的最后机会了。当然这个球进之后，裁判也必须要去 review 看看是不是还有这个还有时间，还有时间啊，对，是，对，另外应该还要看的是这个还是不是有点时间。哇，这个球太不可思议了。好，啊，这个看得快，进算，好，进算，同时比赛结束，再看一下这个球空中拉杆，哇，蒙古来